注意发书，注意待定，注意电视机面前的同手。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今日在台北花中精中学会录音室。 啊，要来讲，咱读师上经下空老和尚，在民国九十九年，西元两千十年四月初二啊清明节啊所讲的。 这个整套白经概英语来做这个台语的翻译合格啊，这个台语啊就是台湾闽南语啊，因为台湾地区语言。 也有几种啊，除了闽南语以外，也有客家语，啊，一个原住民的语言啊。那么现在啊，咱大家共同使用的啊国语啊，如果跟他讲台语，那么这是。 较笼统啊，台湾地区啊，语言啊，归纳种啊，所以台语啊，客家语、客家话，伊嘛是台语。那、啊、原住民啊，因讲的话嘛是台语啊，都好亲像咱过去在新加坡啊，新加坡的同修啊。 讲即个闽南语啊，闽南话啊，啊，因拢讲福建话啊，因拢叫做福建话。那么，咱有去过福建诶人啊，去过福建观光旅游啊，大家拢知影，福建是现在中国大陆福建省。 啊，福建这一省啊，啊，若迄个方言啊，著十几种。啊，福州话嘛是福建话，福清诶话嘛是福建话，但是啦无共。啊，所以现在新加坡所讲诶福建话啊，伊是福建省。 闽南啊，这一代语言啊，如果那要讲较清楚，就是福建闽南语。那么咱台湾的闽南语也是为福建传过来啊，所以啊，咱简单讲台语啊，这是啊，首先给大家做一点说明。 我们这个待遇的翻译已经停了真多年啊！我是刚刚算算的，至少停有六年啊！虽然两千零八年在家属敬老和尚的。 故乡安徽庐江，实际尝试啊，做七百天的这个三十学员，何国实在发挥啊，两年前完满啊，完满以后啊，接受各地方的邀请做发挥，啊，一直到。 现在啊，四年哇。那么在空贝年以前啊，至少停了两年、啊、所以咱这里、个、从长老和尚讲的经啊，做待遇欢迎的啊，我已经停了上九两年。 那么过去翻译个这个《白日纲经》，主要啊是提供和佛教卫星、珠笔电视台来播上啊。听众你无搁在用心的听，啊，拢是提旧的啊，一直重播、重新呐。 破产。那么，这次人员啊，主要是啊美、呃、国做化会啊，提早等来啊，本来是预定去七十天啊，这新历五月二三去啊，八月初二叫回来。 啊，因为身体的关系，啊，只有去三十天，啊，做十场的发挥。啊，后面二十场，啊，美东、北美、加拿大啊，那么都延期了，啊，所以铁砂一个话会等来，啊，那么等来调养身体。 啊，都想到啊，即个啊，傣语翻译诶，金刚》啊，停了遮侪年啊，啊，利用即个时间啊，啊，搁再来将咱上经下空老和尚最近讲诶啊，这个净土大经改，英语来作些傣语诶翻译。 啊！提供予咱福高卫星电视台来播送。那么这次，咱现场啊要做这个电脑网络的直播。这个闽南语啊，现在啊，当然。 除了台湾地区，啊，年纪比较较大诶，同修，啊，有真侪人伫听，啊，除了咱台湾以外，啊，一有新加坡，啊，新加坡呢，啊，也是有真侪年纪较大诶老菩萨。 过来就是中国大陆、福建省、闽南啊，即个漳州、泉州、啊、潮、这、汕、个、南安、厦门啊，闽南一带，有真侪动手啊，在收看咱台湾福高卫星、主比电视台刚劲的节目。 啊，那么福建石狮我去过，啊，因地方的电视台呢，啊，原来是拢有这个闽南语，一段节目，啊，所以，这个地区的闽南语听众啊，未少，啊，另外就是南洋。 除了新加坡，啊，也有印尼啊有，啊，听讲印尼受罪啊，即、這个福建闽南诶人真水，啊，我毋捌去过，啊，但是咱同事有人去过，啊，也、啊、有菲律宾，啊，菲律宾啊，即、這个福建闽南移民诶，听讲啊。 精髓。那么，咱希望将这个台遇嘅翻译啊，那么提供予咱这个年纪啊比较较大嘅啊，即动手，大家来参考。那么，这个语言呐、啊，也是咱祖先呐流传落来的啊。当然啊，咱啊有这个义务啊，继续的流传落去。 那么一旦流传外固，即得看因缘了。啊，总是到我这一代也个有啊，做,一個啊做一個啊这个流传的工作。那这里净土大经盖英语。 啊，这是家书净空上人，在两年前清明节开始刚盖净土大经盖演义啊，這个名称对一般人来讲，好亲像真天书。 我们的劳动修知影，净土大经就是指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现在有九种无共款诶版本。咱所选择诶是下年纪老居师诶会一本。 依照这个吊带、先后来排列，这是最后，啊，这是第九本。啊，这个高种无共款的根本。啊，这是第九本。盖是柱盖。 哈诺诶地主，五连座老技师一住盖。啊，这个五连座老技师啊，在二十二年前啊，我第一次到大陆，北京啊，家属敬老河乡啊。 提五老技师一讲诶，整理出来这个《华严,严、念佛、三昧论》的这个文稿啊，提给我校对啊。所以在二十二年前去北京，甲伊见过一摆面啊。迄我外计是韩馆长啊，叫我该几人。 啊，去参加人一般旅行团啊，迄、那个旅行团啊，只有我一个人出去人啊，唔是佛教团体啊，一般诶，即个旅行团啊，去到北京啊，伊见过一百遍，啊，去大些的处啊，即、這个缘啊，都、就是即个缘起，也真不可思议。 无量寿经在大乘教内面，佛门内面就感觉真稀有。为虾米？因为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四十九年，四十九年讲了真侪经论一般诶经论只有。 讲一处无重复诶，唯独《无量寿经》啊，重复讲了几阿遍。在中国翻译诶、啊，咱在易经目录内面看到《无量寿经》有翻译十二种。 啊，迄是翻译经典，触手相知。从汉朝到宋朝八百年间，总共有十二次诶翻译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刚这诶经本有多种诶翻译。啊，内面文字啊。 当然无同款啊，就无同款，无同个法师翻译个。那么伊翻译用个文字啊，未讲完全同款但是，共一个原本啊，就是印度梵文的原本，共迄个原本的经典虽然无同法师来翻译。 啊！但是内容啊，总是带动效益呀。啊，大多数拢差不多啦。啊，只有小块所在较无咁快。啊，内容拢是差不多啊。只是因为文字啊，无共诶发式翻译啊，有诶所在因为文字无同，但是艺术拢是赶快。 啊，这就是讲一个原本，像《金刚经》有六种翻译啊，这六种翻译啊，就讲有六个法师翻译，但是伊个原本是一本，咱在《大藏经》内面拢会当看到，啊，六种无讲的译本所翻译出来。 啊，咱个看内容啊，迄是刚一的原本。那么为加证明啊，释尊就高贵之处，高级别。那五量修经就奇怪了，伊这个日本内面差别真大啊！这個、差别就是讲，那内容啊，出入真大。 无相关的所在真多啊！最明显的也是即个经内面最重要的阿弥陀佛的本愿，即十二种的翻译本现在保存下来只有五种啊，其他有七种失传。 啊，其他七种啊，现在大众经内面有目录，啊，有迄个经的翻译，迄个经名称的目录，但是根本就找无啊，只有目录啊，呀，啊，七种啊失传去，啊，这是真危险的一桩代志。 老传落来即五种诶，原玉本，四十八元诶，两个经本，啊，著、就是讲即五种玉本啊，有两种玉本啊，啊，翻译阿弥陀佛诶，本愿是翻四十八元，啊，即、这个观有四十八条。那么，搁另外呢？ 还有两种，一本是还二十四万啊，要有另外一本啊是宋朝翻译的三十六万啊，这差别真大了啊！要还二十四万，要还三十六万，要还四十八万啊！如果讲是 即种原理本啊，决定无可能有即种差别遮大啊，无可能诶代志。所以从本原上，即三种差别古代的判断，迄个失传诶，七种原本都毋知影啊，啊无看着毋知影伊诶内容啊，将现在。 保存落来，这五种译本，就肯定世尊在世时，尊这个无量寿经至少讲三遍以上啊，上有三遍。那么三处讲的阿弥陀佛本愿啊，世尊讲的条目不相同啊，就有这种差别。 那么这个推测啊，是真合理的。啊，咱一般人也拢会当接受。啊，一部经多处宣讲，无容易。那是非常重要。啊，世尊无可能多处宣讲。 即个多处宣讲诶经典，在《大众经》里面啊，啊，找无第二种啊。所以即部经是佛当年在时多处宣讲，迄就是非常重要诶一部经典。尤其是咱看着宣道大师讲了两句话。 啊，这先都大师啊，在咱台湾哦、呃，知影人较少啊，在日本啊，也在讲啊，佛教界净土宗里面啊，真子人拢知影先都大师啊，先都是中国东朝时代人。 啊，在迄个时代啊，日本有真侪高僧大德啊，到中国留学，跟先都大师学习净土宗啊，以后啊，等个日本建立这个正宗的宗派啊，现在日本真侪寺院啊，拢有供奉这个先都大师。 啊，那么咱台北有一间先都寺啊？迄日本时代啊，日本人去的啊，纪念嘛，即、这个先都大寺啊。我去年到日本东京啊做法会啊，即、这个东京、这个金雄寺啊，一度讲。 圣道大师，也真个小，啊，已经讲千多年啊。<coughs> 那么宣都是咱中国净土中第二代祖师，啊，伊是东朝时候的人，啊，在传说当中，伊是阿弥陀佛化身过来。 啊，这是在《传记》里面记载。那么，伊是阿弥陀佛化身来，等于宣都大师讲的话，就是阿弥陀佛亲自讲的。啊，一讲如来所以行出世，啊，如来所以呢，出兴在这个世间，为说弥陀本远海。 如来在咱这个时期，三千年前，在古印度出现释迦牟尼佛啊，咱本书释迦牟尼佛啊，本书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咱这个世间，在咱这个地球上。 啊！佛出现在世间，咱学会的同修，大家拢知影。佛出现在世间，就是讲经说法来教学，啊，教化众生。那么，刚才最经最主要要讲的，唯有啊，要说明的是本害，弥陀本愿海。 那么、啊、定义公所说为经都都啊，拢是帮助咱明了弥陀本愿所以说为什么爱讲这句经呢、啊？因为这个法门呐、啊，真难理解啊，为佛依佛。 空灵究竟啊，正觉菩萨以下都无多完全了解。那何况咱凡夫呢？要奈了解呢？啊，所以要讲劫罪，讲劫故啊。这个意思啊，也都是讲十方诸佛现现在世间啊，除了十强摩尼佛以外。 是方祝福，是现在世间，咱在花言经上看到，花种世界品，世界成就品里面，看到佛家的宇宙观。现在天学内面所讲的宇宙观，太大了。咱今日的天文学家也无达到这个境界。 天文学家所观察的、所了解的，在佛法来讲，无超出三婆世界。咱学经教遮么多年，包括前辈这大德，啊，国较早诶，以为佛经上讲诶，单位世界就是咱地球，啊，这是过去诶人啊。 认为是经典讲诶，即、这个即、这个单位世界是看它这个地，著、就是咱即个地球啦。啊，太阳围绕着苏米山在转。啊，那么经典讲即个苏米山，有真侪人误会啊。甲咱即个地球上啊，即、这个喜马拉雅山认为是苏米山。 啊！以后科学证明，咱这个地球是圆形的，叫做地球。啊，甲天顶咱看到迄星球无两样。啊，也无算真大啦。咱这地球在这个太空当中啊，在所谓星球当中啊不，啊，毋是讲真大诶。啊，那么这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转。 啊，对太阳的死啊，毋是太阳为了着地球的转啊。知影有太阳系啊？太阳是为了着银河系的转啊。这么科学啊，发现这银河啊。可是咱的观念都无办法转变过来。苏、啊、米山是跌多啊，啊，无看。啊。 啊，苏米山肯定不在地球上。佛法里面形容苏米山称之为“妙高”，高，咱你当理解，高度真管啦。哦，管家人看未到。啊，这咱开当理解啊，但是“庙、啊、安怎好做“庙，咱就唔捌啦。 啊，那么咱原来拢是以为一尊佛土，啊，著、就是讲一尊佛的教化地区，好亲像是现在科学家讲的银河系。啊，咱即嘛，即个用天文仪器啊，来观察即个太空啊，发现到即个银河啦。 那么家属从一九八六年啊，跟五连做老醫师结了这个缘，认识了啊，迄阵啊，熟识啊，伊伊是一九八六年啊，那么我是一九九零年，就是四年后啊，啊，我才去北京。 甲黄连做老技师见过一摆面，啊，以后啊无几年，伊就亡身咯。那么家属伊结了这个缘，认识了啊，在当时啊，因两个，熟在啊非常的欢喜啊，因为弘扬下连级老技师的会本，只有因两个人。 啊，那么吴老其实伊在国内啊，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刚出报经啊，家属在海外刚出报经啊。那么两个人见面啊，当然啊是非常欢喜啊。那么见面啊，吴老其实都对于家属提出这个问题。 啊！伊甲家属讲啦，啊，甲咱长老和尚讲，啊，伊讲啊，佛经上所讲诶，单位世界啊，唔是太阳系，是银河系。那么银河系中心是乌洞，即个即个洞真大乌乌。下面物件都吸入去。啊，那么即个乌洞啊。 在二十年前啊，啊，我去台南发了正香啊，迄阵咱长老和尚啊，甲即个开心法师，迄阵啊，拢有会往来。这个、开心法师呢，伊袂晓讲国语啊，伊讲台语啊，但是甲长老和尚啊，啊，伊拢会当对谈。那么长老和尚讲开心法师。 修天台啊，伊诶师父啊，贫中法师啊，是去大陆啊，观中是学天台宗啊，修即个一心三观。后来开心法师甲伊诶师父学即个天台啊，得了禅定啊，定功真深啊。我拄出去迄年啊，伊到佛陀教育基金会。 来见家书啊！那么我听书讲啊，哦，即、這个开心法师定讲啊，比公卿老和尚较悬哦。迄阵我听着呢，就特别注意啦啊！因为我即个修改啊，就是去公卿老和尚遐修改啊。公卿老和尚啊，伊都一世人修迄边的改，伊讲修完啦、啊。 伊著要旺兴啊！啊，过年啊，啊去休假，伊团家团了后啊，过顶年正月，伊著旺兴啊！啊，那么在咱台湾啊，即、这个工薪老和尚啊，是我诶德盖和尚啊。那么伊是为大陆、福建、泉州。 升天禅师出家啊，以后啊来台湾啊，在咱台北啊，土城也个起了一个升天禅师啊。那么公大，公卿老和尚在大陆啊，真早过来台湾啊，所以伊出名是在台湾最出名啊。在咱台湾呢，佛教界啊，公知公卿老和尚。 大概无人毋知影，大家拢知。那么，当今老百姓伊的定功就真悬啊啦！啊，不多单呐、啊啊，啊，还佫食水果，也无食人间烟火。啊，所以咱台湾的佛教界啊，大家拢穿伊个规矩啊书，啊，拢食食规矩，食水果。 啊，无食即个新诶物件，暗时啊无倒落困，做迄个椅样不多单啊，伊且电工啊著真管啊。啊。那么我听着说讲哦，这开经法师电工佫较悬啊，开经法师著較,较无出名啦，较唔人较无人知影啊，医学天才。 啊，那么有一，一讲啊，我去以啊挂单啊，那么开心发书啊，啊，伊都在都在甲我讲这個太空啦，啊，讲有一个黑洞，啊，迄阵我也听无，虾米叫黑洞，有看我也无看啊，啊，讲迄黑洞哦，虾米物件拢有吸入去，我讲书你会知、欸，我讲我有看啊，啊，讲迄我都听无啊。 啊！以后啊，听咱长老和尚咧讲经讲，哦，什么科学啊，发现这黑洞。那么科学、啊，家伊是靠这个仪器啊，探测发现的。那么咱佛门在高僧大德啊，啊，那佛菩萨当然免讲了啊，因爱看得到呢，天眼啊，天眼为都来呢，为禅定来啊，佛经甲咱讲啊。 即、这个，咱啊，得先定，拄五种神通的现前啊，所以伊无需要透过这仪器啊，咱一般人看袂到的，伊看得到，伊接触会到啊。那么，五老居士。嗯 甲长老和尚提起这个问题，他讲云和迄中心嘛，就是一个乌洞。那么嵩明山应该就是只这个乌洞啊。乌洞之古代，咱会当理解啊，但是个乌洞到现在也无人会当了解伊真正诶状况。 只有干那知样讲？哦，伊个吸引力真大啊！连迄个光线都无法到穿透过。啊，光线去到遐嘛，去到去到吸去。啊，这是银河系核心啊！对，讲这个整、這个银河系，积极的银河系，伊迄个中心。 那么，所有诶，这个银河系这星球啊，拢是为了着这个核心来在转啊。咱看这星球，拢在叮当啊，拢在射啊，拢是为了着个运河系来的转。那么，咱中国古早人称之为“洪德”啊，这正是一个单位世界啊，一个单位世界。 一个单位世界，著讲一个银河系，是佛经上讲的。一个单位世界啊，著、就是讲一千个单位世界叫做一个消遣世界啊。在经典上佛教人讲消遣世界啊。那么，一个消遣世界著是一千个银河系。那么，一个消遣世界啊，再以消遣世界为单位，再乘一千。 就是讲一千个小千世界、啊，叫做中千世界，啊、那么一搁在一千个中千世界，叫做一个大千世界，啊，那么佛经常讲啊，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，啊、合起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。 啊，那么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一尊佛教化这个地区啊，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有外多银河系呢？十亿个银河系，十亿。啊，那现在天文学家干呐发现一个呢。 十亿个银号系，现在天文学家也无发现着，也无观察着。啊，这是至尊佛的教化窟。那么，花严金刚佛格人讲，像这款的世界，在这个太空当中无量无边。啊，讲到这个花种世界，啊，这个花种世界好像像一栋大楼共款。 啊，咱看这花园经，啊，这个花种世界啊，一分成二十层，啊，敢若一栋大楼啊，二二十层诶大楼。那么，啊，这讲宽道啦，啊，那当然要有跨道。那么，阮三埔世界甲桥隆世界啊，拢是在花种世界第十三层。 那么，像这款的花种世界呢，如果唔知有外资、啊，这是胡话人民讲嘅世界观、宏观世界，确实不可思议。啊，用咱这个、这个一般嘅常识去思，想、去思维、去想，二就是讲用咱言语。 啊！因咱讲未来理论讲不出来，想也想未到啊，叫做不可思议。佛出现在世间啊，每一尊佛的教化区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上久的啦。啊，那么有诶，有诶佛啊，伊个教化区是两个大千世界，三个大千世界。 啊，或者四个五月大千世界，啊，有啊，个我呢，即阵佛啦，伊教化是十几的，大千世界拢有，啊，福成佛啦、啊，有厚薄大小无同，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地修行的时阵啊，法的心愿无同，啊，所以成佛啦、啊，干的果报也不相同。 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无一项无同的啊！这是讲度化众生的缘不相同，所以学佛的人爱跟一切众生功德法缘啊！阿弥陀佛啦，众生都都真衰啊！法缘啊,啊，真舒心啊！所以功德法缘才真重要啊！会实现。 在不同的佛国度拢有缘啊啊，袂当讲无缘，你去啊实现啊，拢有缘啊。这个缘啊，真复杂啊。用什么方法帮助伊会当稳懂、简单、容易、快速的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就是万满成佛。 还原咯，啊，还著是讲回到登来本源，啊，一般佛门讲诶，明心见性，代替代我，啊，明心见性，啊，见性著成佛，啊，见性著是见到咱家己诶本性。 啊，那么方法真多。咱用什么方法？就是用念佛的方法来回归到咱的本性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称之为净土第一经。净土中真的是简单，所以佮个经典就是五卷。啊，世尊。 当年讲的时候，有三种三部经，称为净土三经：《无量寿经》阿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啊。这份量拢无真大啊。那么三经啊，如果有白话注解啊，佮合起来呢，嘛无偌大本。 啊，是步一步啊啊，所以这分量无真侪，真少，简单，容易，而且成就非常的舒适啊！这是宣道大师啊，甲咱讲的，这个信息啊，这个信息啊，都是伊甲咱提供，这个消息。 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呐、啊，为说弥陀本愿海啊。那么过去咱听到这句啊，也真难体会，真难理解啊。这是讲咱修正宗的同修啦，啊也真难理解啊。唔是修正宗的同修，当然啦、啊，都我较未了解。 那么这几年啊，咱众老和尚啊，不断啊，在这里无量修经啊，深入给咱宣讲啊。咱现在啊，慢慢啊，也体会到这句的意思了。好，今日咱这个时间已经到啊，啊，那么咱就先给大家啊，讲到这段啊，这后面啦。 咱长老和尚啊，讲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，咱慢慢来分享。多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